我有一个对凡人来说很简单，对我来说却很奢侈的愿望。与其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要离开，那还不如开心的好好的活在当下。玉帝给了我肉身，而这个女孩子却给了我心跳。我不只是饭店的员工，我也是天晴的男朋友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这辈子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废材闯天关。